享我今天的一天。今天我的身份就是跟着菜场的，因为我是今天他的一日小助理，我就是跟着作为摄影师，然后帮他拍拍拍拍拍这样。哦，好大声。然后晚上我们还有约一群朋友来做圣诞节的交换礼物，礼物我还没有买，所以等一下跟着菜场的活动结束后就要赶去买圣诞节礼物。买活动券。是。哎呦，专业摄影师呢，厉害摆呢。Nice. 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男朋友不要抢。可以让你，让你，真的让你。我们三个都超厉害的，全部穿高领又穿毛衣，我也穿一个防风的外套。热死了！真的是热死了。凯浩，你在吃什么头？在吃什么头？我直接没洗头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刚刚的活动，然后我们现在去选礼物。好可怜啊，我们礼物都没买，我们的烂礼物已经选好了。对，我很好笑。出示我们的烂礼物，就是刚刚那签名照。我们活动结束那个照片，对，他帮忙拍，我们还送出去。其实也没有很烂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签名送过去。原来你们知道你们的相片是多烂了，是不是？真的是烂礼物。这应该是好的吧？好的啦，那我们去买烂礼物就好。我们去买烂礼物。他们应该会很生气。大家，你看他们两个送的，我买好礼物了，好礼物。谁会要玩这个啊？在家市场。哎，这样就可以，我要这个。买个娃娃跟一个推车，哇，还附送孩子哎！妈，这是烂礼物好不好？给钱给钱给钱，只是比你们照片好一点。我决定送这个，应该是比他们两个还要有良心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比较好。这是加湿器哎，这个是加害器。我好有良心哦，我不想送坏礼物给别人。我们现在在包礼物，我们为了减少成本，我们拿报纸来包。对，而且刚刚我们问过包装纸，那包装纸就要300多块，我们礼物说不定还没有那么贵。我的推车都没到300。现在我要教大家怎么包礼物，包礼物其实也不用剪刀什么。哎，凯浩来帮我，我需要帮手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菜场包的。我跟你说，他的美工一定不及格。反正我礼物已经够烂，你不要包一包，看起来更烂。我们让礼物包容稳定一点。来，凯浩，学我的精髓，直接转上来。哎，好丑哦！来，精髓来了，精髓。我的精髓，史努比。丢在垃圾桶里面，没有人怀疑这是礼物哦。其实我的礼物都是凯浩包的，你看他包的。干嘛包成这样？我要包很漂亮的。哇，所有你们的礼物真的很可怜，我真的拜托，希望我自己不要抽到你们的礼物。他们现在要为他们的烂礼物做点缀。不是，我后来发现这其实是好礼物。屁啦！不是好礼物才是换烂礼物，这个烂礼物是好礼物。好彩你们有自知之明，觉得那是烂礼物。哇，好烂啊，真不想收到。有人想要吗？我有。什么鬼啊？那只要签名吗？欸，我跟你讲，大家一定都会想要。只要你们想要的话，在下面留言。我们到了我们交换礼物的地点，老庄的店。我准备礼物超好呗。哎，有我好吗？看我的。哎，他们真的超好啊！他们是。有我好吗？看我的。我花好漂亮哦。书生好吃吗？有我好吃吗？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。真是懂我。参与我们交换礼物全员都到了，有我、陈慧、安森、顿法、小庄、旺仔、小馒头、帅勇、唐勇、帅勇、男神，还有佩玉耶。我们的烂礼物换句好礼物，你们觉得呢？我就能把我们原本买的好礼物换烂礼物。你们有够不要脸，真的。烂礼物抽到会很开心，好礼物抽到也更开心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好礼物就在这里，然后我们有规定大家要买8000。请每个人用一句话介绍你的礼物。大家都会想要或曾经拥有过。耶，我觉得这个比裤子更加值钱。我的礼物可以飞向宇宙，反正它应该不会飞就死掉。我的礼物非常的无趣，但是大家一定都用得到。哇，你有一件是不是？温暖感动。你围巾哦？不是啊。我的礼物可以带你走向未来。我的礼物可以带你回到过去。我的礼物让你有生命。我有生命。我错过奖。让你焕然一新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布哇！这抽签而已哦，感觉没什么屁用。对呀、啊，我刚想好输了也无所谓啊。海浩。猜拳赢根本没什么，好歹不是我赢。没有，只是他们包礼物讲烂而已。其实我礼物真的是屁啦，你现在有点愧疚心都没有是不是？常用常用，好
安生，安生，你会喜欢，你喜欢的，来来来，常用，好难。想象到安生就会要死啊！从难笑到流眼泪。外观虽然丑，但是里面是真的很好看。你露出一角是这样，代表什么？年年有奖。哇，好开心啊！开心开心，他都笑不太出来了。以后唱亮来门店里，我直接射。我觉得有点不好预算。你是 Supreme 哎，你是 Supreme 的盘子哎。哇。脸僵了，看一下 Gucci 盘子，放了常用礼物会觉得会完全。天哪，我已经看到常用的礼物了。哎呀，再看我的礼物，有价格哦，700块，所以这一盒应该只剩500。对啊，你这个才400块，319，你还要付我钱呢？对啊，要补他90块。上面的表情都是不开心。大家看到的画面在抖，绝对是因为我笑到手抖，真的太好笑了。可以装。好强啊！现场推，现场推。我们现在推车已经好了，刚刚好。你看我选的多棒！这一段路你要演哦，演爸爸散步小孩。别说散步了。哎，安生，我的礼物走。我要晒太阳哦。你 baby 哭了，哭完肚子饿。可怜了他。妈妈和妮妮，妈妈嘞，妈妈和妮妮。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。没有，我觉得超好笑。去年我是抽他配个礼物，今年还是要抽他礼物。真的是缘分，爱情的缘分。要这种时间再抱。在一起，你问过我吗？我没有想要，真大力啊！真的，这个就是报应，这是真的报应吗？哎，我也想要一个哎，我也想要一个，但大家都想要。对，是这个太便宜了，我里面还有送iPhone 系，相对还比我还烂的礼物。还有这比他烂吗？有点蛮烂的啦。安生，你要这个还是要推车？我要存钱的。你？我要推车。我也是。很真的是报应。真的很好，因为要是实用的东西，可能我不需要电暖炉。怕什么？热。哎呦！来给我夹具，不要这个包皮。别闹吧，冬天要到了，下一波寒流，下礼拜。谢谢老张，我这礼物是优等好礼物。哇，这个女生怎么长那么高？切到她的头啊！我也不要太矮。我真的。你看那个脚，改奥不要在那里改奥，走开。没有，我现在是坐着。有重量，很重重哎！不错哎，这么安静，是我需要的。这是什么？暖暖包？这是什么红酒吗？他真的很爱酗酒哎，红酒。那我有问题，暖暖包跟酒什么关系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送酒，只是钱不够，所以我就多买西班牙面膜。面膜适合他啦，这礼物可以。不要假假，是不是？比原来好很多吧？看我，看我其他的，我的好笑吗？你？这个真的是好，我也想要。这是什么？什么的？我忘记了。不加湿器，开心姐，开心，耶！大家现在全场最热胜的这位，大家都会逼对方开心，但是你们从来没有逼我笑过。你这笑得出来，你大家已经笑了，都在笑了。我们的好礼物换完了，现在我们要换坏礼物，耶！石头剪刀布。不要收到常勇跟凯浩的，越不想要的东西越会收到。那还好，屁坑那个。等一下，谁安生？哇！所有你们的礼物真的很可怜，我真的拜托，希望我自己不要抽到你们的礼物。好烂啊，真不想收到。我不要收到常勇。我要帮书生讲一下话，刚刚我们在准备坏礼物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一直觉得我这个是好礼物。屁啦！
然后要一直很想要。对，那是空气吧？这是全球限量的。哦，不要他的照片吧？我的照片，然后加上我的铅笔签名。哥，哎，有谁要吗？高价卖出，影片片抽奖送出去。哎，谁要？在下面留言，我马上送出去，马上哦。抽我的，猜呀，猜呀，猜呀，抽难，抽难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越不想要的东西越会收到，越不想要的东西越会收到，越不想要的东西越会收到。这是报应啊！分手，哎，是要重抽吗？不要不要，不行。我觉得还是蛮开心，因为毕竟是那 Vivo Book， 对，还是很好的礼物，很好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不是他破音成这样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只想欢呼。最好礼物已经没有了，然后记得在下面留言谁想要，第一个留言的人也是送出去的。去年我好像也是抽到这个东西，茶包，马来西亚吗？丁基维他命 C， 本来想自己喝，但是放在那里就忘了。困饱的，哎，还不错啊。其实是去年的，我们都2019了，过两年了哎。后面有什么电话，然后捷运站的地图啊，什么都能看，这都没有过去。是在推销自己的烂礼物吗？安生今天真的是衰到了一个极点，他好想哭哦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要我打给谁嘛？我马跟那个一起买了，那是。哎、欸，你如果再抽到我的，好抽！哇，你们是孽缘哦，你是抽到他的礼物哎，怎么像什么 CD？ 圣诞音乐 CD， 耶！哇、啊，现在谁有放 CD 的机器？哎、欸，比所有照片开心多了吧？好开心哦！所以现在是我们三个轮流抽，对，对，适合念你。不，白痴！哎、欸，这蛮好的。欸看到宿舍人就会觉得我跟常勇是很好的礼物，有什么破音信息？常伟死定了！干燥棉花糖。